师傅，师傅，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，连猴哥都没捉着。我看明天咱们走吧，啊！八戒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怎么这样懒惰呢？你不是着急取经吗？这儿白耽误工夫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？今天遇上一个人，真是厉害。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，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，今天就回不来了。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？这个人长着雷公嘴，看样子像个和尚。娘娘，快快快去，快去快去，快呀，哎，快娘娘，快，我可快扶我进去，快快点。娘娘，请喝吧。这下可好了，妖怪给吓跑了。哎呀，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！他们是路过的，要是捉不住妖怪，跑了怎么办？就是，不会不会，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？对对对，是这么说呀。是啊，唐长老，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！要多住些日子。长老啊，你们早些来，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！就说我那儿子吧，被卷走十天了，还不知是死是活了。哎呀，唐长老啊，你这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不要唐长老，你们要救出妖怪，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！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啊！大家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！这位施主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了。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，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。我的徒儿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，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。娘娘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Thank you.
娘娘，你放了我吧，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。娘娘，这个人没用。娘娘，你饶了我吧，你放了我吧，娘娘，我家里有娘卖的老母亲。娘娘，娘娘跑了一个，我已经追去了。娘娘饶命啊！不用了。娘娘，娘娘，都是李管的闲事儿。这么大山，这么树松，上哪找妖怪去啊？少啰嗦，呆子，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，快找。走，八戒，好像有什么动静。什么动静？找找看。走，我儿子大听不见。疼了，等等我。哎呀，老施主，哎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啊，长老，给点施舍吧。施舍？是啊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长老，是这样的。我是从外乡来的，因家中遭灾，全家人都死了，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。长老，我是一路逃荒到此，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爸爸慈悲，给口饭吃吧。啊，哎，悟净，师父，你去跟老施主说说，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。哎，好，长，来，跟我来，哎，来吧，老施主，长老啊，有事儿啊，老施主，你看，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，给弄些吃的吧。哦，哎。看你怎么那么面生，不是本地人吧？哦，我是从外乡来的。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？老施主，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，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，就给他些吃的吧。那好说。我刚做好了饭，我给你端点去啊。我来端。老施主。多谢长老。妖怪！师傅，你醒醒！师傅，你醒醒啊！就你做管闲事儿，师傅，喝口水吧。不喝了。长老，好些了吗？老人家，放心吧，好些了。师父，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。大师兄，小点声。怎么了？师父碰见妖怪了。啊，师父，怎么了？不要紧了，不要紧。师父，你怎么大白天睡觉？二师兄，小点声。二师兄，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临走时怎么说的？怎么不看好师父呢？我一直干什么顺便？孙长老，你们不要埋怨了。要不是沙长老啊，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。哦，
年轻人，年轻人，年轻人。年轻人，年轻人，醒醒！你是妖怪？我不是妖怪，但是我会捉妖怪。你是法师？不是，我是和尚。和尚，快逃命吧！这里有妖怪，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，我的肉不中吃。猴哥，猴哥，八戒，这有个年轻人。他是谁呀？你们是？别怕，我们是来捉妖怪的。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？师傅，我是陀螺庄的人，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带你回去，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。多谢师傅。起来，八戒，快起来，背上他，快点。你让我背，我不背，我不背，我不背。你敢不背？我不背，不背，我都不背，我就背不背，我不背，你背，我不背，你背，我不背，我不背，我不背。八戒。八戒，八戒！哎呀，摔我腰上了！背不背啊？我不背，我不背。你不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哥们，你拉一把，你拉我一把啊！哎呀，你拉一把。拉你可以，你得背他啊！先拉，等着。背他走。我不背。背上他，快点，快！你给我拿着。好，我拿着。要不背，哎呦，真沉着你这个。走。哎呦，猴哥，你快走，你前面走。哎呦，跟上。哎，八戒，就把他放这儿吧。哎呦，可累死我了！是谁家的？是谁家来领？拿好！哎呦，起来，起来！这是谁呀？哎，我说，哎，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？是啊。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你先在这看着，我赶紧去找李老汉。快去！哎，李老汉呐，哎呀，你家长生回来了。什么？长生回来了？在哪儿啊？哎，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。那他不回家呀？哎呀，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哎呦，哎，我去看看去。哎，就。哎呀，回来了，说是长生被救回来了，哎呦，长生啊，哎呦，长生啊，哎呦，长生，你就回来了你啊，长生，哎呀，哎，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！长生啊，长生，哎，长生，哎，你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！哎呀，你怎么回来的？怎么回来的呀？啊，是他们。哎呀，是长老啊！太好了！哎呀，长老啊，谢谢您呐，活菩萨呀，谢谢您呐，您把我这儿子给……哎呦，谢谢长老啊！不用如此，不用如此。你怎么光谢他呀？不谢我呀？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。哎呦，我谢谢您，我也谢谢您，救苦救难的菩萨。哎，老施主，不要谢了，这孩子身体虚弱，赶快抬回去。调养调养吧。是啊，好，谢谢了。哎呀，儿啊，来，跟爹回家啊，回家。孙长老，
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。啊，30里。娘娘，娘娘，趁热喝了吧。可叹老娘的本事还没有练成，要不然捉来的唐僧，我还喝这些干什么？下去吧。二哥，哪有啊？那边。走，再找找，你上那边找。后边，在这儿呢。你看，这洞在这儿呢。你看。终于被咱们给找着了啊！这妖精，妖怪出来，出来！说出来，你快出来！妖怪出来！他不出来。不出来。八戒，这妖洞定有后门，我在这盯着，你到后门堵上。哎，好，我去。猴哥，你可加小心了啊！哎，放心吧。你看，怎么回事？一条大蟒蛇，在哪儿呢？这前面呢？那还不追？这儿！快追呀！追！你追！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不见了？找不着了，他这抓找不着了。哎呀，我在这儿了！妖怪哪儿走？